志杰交给曾文鼎，最后四秒钟要处理掉这一球了。哇，但是没有办法情况下，竟然投了一个打板三分弹，哇！其实是运气，好像在首节富邦打的是完全压过工程师。嗯，宋宇轩一篮给球找到吴岱豪，篮底下有再新双塔的对决啊。嗯，哇，还是个火锅。曾文鼎漂亮的传球，希特利成功止血，他的跟防相当及时。我这边要小心曾文鼎的传球，接着接着就来了一箭穿心啊！再一次就要喷进赛一场，这个绝对是非常重要哦。他们绝对不希望在今年的总冠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曾文鼎选择来一个反手跳投，吃掉了辛巴。双方仅有一分差距，球回给了小烈。嘉瑞从外围做动位，连续比了几个假动作，低位的脚步想吃曾文鼎没这么容易。嗯，是有机会把比数给要回来。宋宇轩底牌收球，但是被曾文鼎扒了出去。大房东就在那边了，该收房租的时候也不会手软的。没错。我看一下刚刚这一球，那大黄蜂突然变形跳起来，终于拿球有点惊险。哪个男人出来了？力道稍短，林书伟把球救到，好强底下，曾文鼎 easy basket。哇，这就是林志杰哦，你看他多么清楚，刚外围的出手基本选择性我也觉得 OK 哦，但是马上又传了一个助攻。这也是福禄寿最可怕的地方，因为团队进攻打不出来的时候，没关系，我们 two man game 嘛。没错。哦，你看到外围李佳瑞中心已经被牵制出去了，他能够往篮底下给了，实在是太稳定了，所以这也是。